虽然是我收养的孩子，但是他让我体会到了作为母亲的快乐。他的笑脸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意义。可是你呢？你居然狠心把这一切从我身边带走！带走？你在说什么？是我救了可可，而且我还受伤了。你还敢？小小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。就你们这些狗仔，成天干扰别人的生活。你伤害我就算了，你为什么不能放过我的孩子？什么时候演技这么好？你为什么不能放过我的孩子？你别祸害我！给他。可可才六岁，她那么纯洁无垢的年华，你怎么忍心让人性的丑恶玷污她？你有事冲着我来啊！你全冲着我来啊！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的孩子？今天是一个私人性质的聚会，没有邀请是不能进来的。你已经是非法闯入他人宅邸，构成了犯罪。你是不是还有同伙呀？报警吧，还是让警察来处理？你简直不讲道理！我是来兼职的，这里的员工可以证明。一派胡言！这种高档场所来的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士，员工的挑选和培养都非常严格，哪来的什么兼职？没有兼职，不是小狗仔，我跟你说，你再在这儿瞎编，马上叫警察把你抓起来。赶紧叫人抓起来，抓的骗人吗？不是，我明明是被员工带进来的。可可，哥可以帮我证明。